大家好，我是牛排。前几天呢，我去帮我们家的猫买猫抓板的时候，跟我们的义猫 FaceTime。在看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去抓那一块板。义猫跟我说，他有一个最屌、最厉害的猫抓板，这样子他在未来的路上，在交女朋友上面，可以更好的去结交好的猫咪。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战车猫抓板——猫咪坦克车。义猫好大哦。我们第一样所需的材料是大量的纸箱。我们刚刚遇到一点技术上的问题，我们整个从头来，快速失败好不好？各位，你这改变的中间你花了多少时间？2小时哎！我们拍片就是这样子，为了一个好的影片，我们时间不是问题。不能用白胶啊。大概要多久？3天。怎样？那你就要粘9天。这我怎么觉得你割开之后它又会掉？失败。我们现在改用热熔胶。最近拍的企划都是这样，以为很简单，就做很久。来啦！你已经迟到2个小时了。好，你会帮你啊。受不了，很难挤吗？因为我买的这一支枪，它是磅数最大的，就是你的握力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跟你讲解，我是热熔胶枪有多屌。我刚刚想说是真的什么磅数，然后结果你在跟我讲屁话。哎，你知道跟你爸一起拍吗？在那边做运动很烦。猫就会从这里爬出来。摆脱各位，现在老人。刚才经过一些混乱的 KTV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在唱 KTV。现在要做战车上面的盖子，这样子我们的猫咪士兵才能看到前方的状况。你放一点音乐给宝宝听好。所以不然我们等等就这样子给它插进。教大家一下，家里有猫想要这样子做的话，还是你帮我粘一个鸽舌，用纸箱做，2天就坏掉，被风吹倒，然后下雨就烂掉，那个鸽子就飞走了。啊？那你说做一个箱，那你下午是做什么东西？箱子啊，就一个箱子，就一个箱子摆在这里，摆了一个下午。我这个割线多么完美，我这是施华洛世奇割法，这不是法国工匠割法。我们就是要保留纸板这种。有吗？等下不是要贴吗？纸板，你一直讲纸板。我们现在把纸板放进去。不，塞进去紧了。是这样子割吗？我看这一般就开了。剪，你看这一个。为什么你刚刚割的那么辛苦？哎，开玩笑，他割了蛮久。真的好简单哦！哎，漂亮了，拍一下里面。很整齐，可以睡觉了，真的，好棒哦！后面长什么样子？还是做一个给牛小排睡啊？不用买婴儿的睡袋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楼梯，给他们进来的时候才可以从这里探出头来。好，转出来，好，可以了。看累了，我在里面睡觉了。妈的，走了。我一毛，我什么都要乱呢。我们用最省的方法，就纸板撕下来就像这样。但是后来发现一个方法比较快，你就拿出一支笔，找到纸板的缝缝有没有？旋转戳进去，然后配上一点拉力，
这一支笔是我在那个五金行买磅数最高的一支。我们试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我们的履带，终于试完了。很漂亮的履带。各位，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，终于将它完成。真的是不简单，我们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，包含我们的神鸟凤凰，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分。看看我们这里，这个是所谓的坦克闸门，三头蛇，不是三上架，而且侧边还有那个头盔筒。第一只来了，进去了，不让它出来，它在里面玩很爽。猛虎出闸，嘣。好大，口太小。我们这台坦克的名字是地狱猫，风暴你全家，神之坦克。不会吗？士兵侦察结束，最后一根毛。我的猫咪已经玩够我们的坦克车了。可是我看只有一个人在玩。都是他，全部都是他。他现在也在跟别人要东西吃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到我们的电动滑板上面，移动坦克车。OK， 这就完成了。舒服吗？再见。哇！哇下去了。鞠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咪咪，没有，我在前面，当时没看。哟，好快哟，很快哟。来，恭喜。慢慢的。是跑不动吗？太快。咪咪是不是觉得很轻松？他以后出门都要那个。那为什么那么稳啊？来。